Hello， 小朋友们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玩具是亲子钓鱼套装。好了，我们打开包装来看一下吧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这就是我们的钓鱼套装，上面有一座假山，一棵树，两个钓鱼池，左边的是大鱼，右边的是小鱼，右边有四根钓竿，小朋友们可以四个人一起比赛哦，看谁钓的鱼最多。我们的音乐开关在这里。好了，让我们开始钓鱼吧。好，钓上来一条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我们已经钓到很多的鱼了，是不是很有趣呢？小朋友们可以和其他的小伙伴一起玩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喜欢这个视频就订阅我吧，我们下期见。